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的是，刚刚我们不是写了一些产生语言的程式嘛？那我告诉各位在哪里哦。所以我现在把这一个网址直接贴进去我们的社团里面啊。今天是10月5号，好，啊。好，那这个是程式网址啊。好，你可以从这边啊找到刚刚的那些程式。基本上呢，你要把这个 RLIB 一定要先下载下来啊。RLIB 下载下来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。那接下来呢，这个 SMLoin 呢是上礼拜的，所以不用啊。那接下来是 GESP、G English、G Chinese、G Regular 和 G Float、你都可以下载下来。然后呢，执行的方法是像这样，我现在做几个范例啊，好，每个都试试看。我先从 G Regular 开始啊。好，我用 GCC 去编译它，然后打 G regular， 那它会产生像这样子，这个是整数的产生啊。接下来呢，我如果打 GCC 的 G float， 那它会产生浮点数。接下来如果我打这个哈，好，这样它会产生这种中文句子，有没有？啊，这只狗追那只猫啊，这种句子。接下来我如果打 GCC， 然后呢 ，G English。啊，这个 G 是 generate 的意思啊，产生。那它会产生这种英文句子哈 ，the tag、the cat、chase the cat 这种。好，接下来如果我产生的是我执行的是 GESP 哈。那它会产生像这样子的数学运算式 ，OK， 这个程式你会发现它的括号有点多了一点，因为我们产生的规则太简单，所以括号多了一些，你可以想办法把它规则化简，它产生出来就会更漂亮，好，那这是我们这些程式的使用方式，好，接下来呢，请各位去执行看看，每个人都要执行啊。执行完之后，把你执行出来的结果，就是这个，用标记的方式，这样子剪贴下来，贴到网志或 Facebook 里面交 ，OK， 所以请你交在这里啊，所以我现在建立一个文件啊。10月5号，随堂作业一啊，待会还有二哦。随堂作业一就是，请执行语言产生程式 ，OK， 然后将结果贴到此处 ，OK。好，那参考的网址给一下各位啊，参考网址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就请各位先做这个动作啊，等一下还有题目，所以这个给各位呢，15分钟应该够了，15分钟的时间去完成这个作业。好。